Hello， 我是 Rachel 啊，好多人都喜歡去 IKEA 行下食下嘢咁。不過除了熟食之外咧，嗰度都有很多急凍貨品買㗎。今次就同大家試下啦。呢堆急凍食品全部都是歐洲嘢嚟嘅。試下呢個脆朱古力杏仁餅先啦，上面充滿粒粒果仁。好似是吉士味嚟嘅喎，個朱古力味不是很濃，但是啲脆脆好好食，同埋啲杏仁都好香添。而呢款是瑞典軟心朱古力蛋糕，蛋糕上面脆脆地，入面咧係一啲好黏嘅朱古力漿，而且味道偏甜，啱曬中意食甜嘢嘅朋友啊！至於鹹食有呢個車打芝士撻，需要翻熱嚟食。平時買嚟做宵夜都唔錯。除此之外，有包裝好特別嘅魚子醬，同埋平時喺餐廳食到嘅凍蝦，仲要係冇殼噶，好方便。想知更多，click入內文睇詳情啦。Yoo-hoo!